大家好，现在我推荐 Richmond American 这个小区在萨摩林的第二套样板房。这套房2370尺，五房三浴，两层两车库，带一个前院。现在人都很喜欢要这个前院，实际上谁也没在那里干嘛。前面就是那大山，这是离山最近的小区了。这个进来倒是没有什么挑高楼顶那样的空间，就是上楼梯这一块是通透的，有自然光进来。这个设计就很传统，一层呢有一个客房，有一个全卫，然后客餐厨开放室。二楼呢主卧在二楼，还有三个客卧，带一个客位，还有客厅。它就这里是通透的，看见没？你看它交楼的标准啊，地砖，窗帘是不带的，窗帘要自己装。但是如果找我，也说不定能给你要下了点什么。根据情况吧 ，case by case， 不敢保证的。卖方市场，你看它装修的元素、色系都很时尚、摩登的。看灯具的颜色呀，橱柜的颜色，台面的花纹，都是很摩登、很时尚的，看一眼就基本会喜欢。你看嘛，都是 soft close， 单盆，厨具是G1，墙后面也都给你，那叫什么 backsplash， 也都给你升级好的，光滑的瓷砖。这个是微波炉的，你可以挑那个，如果要抽烟机可以挑那个有抽烟机的房型的，就是看好什么样的房子，然后他告诉你哪个地块上建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价格是包括地价，地价这里随便3-4万，好的7万多，包括了这些升级装修家电，你是省时间了，省力气了，然后其实也省钱了，一楼9尺，二楼也9尺。如果要对比的话，价格西南区会一模一样的房型会便宜10万多的多一点，但是如果你看中的是我要好区，更高的生活质量，更好的学区，更美的环境，这些东西的话，那10万、12万。老实讲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讲，你们自己考量吧，看你自己选择呗。如果拿得起那10万、12万，好像选这里更好一点。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想法也不一样，不能说太多。好，直梯上来，居然有一个还不错的客厅哦。公共客间，你二楼有4个房间，有个客厅还是比较好的。3个客房共用1个客位，5个睡房。哎，谁家有那么多人口？可能有人有。Anyway， 有客人了或者出租一间给别人。客厅一边呢有洗衣房，然后1个客卧和主卧。客厅的另一边呢有2个客卧加1个客位。这个户型很传统，也很实用，适合大家庭，多带也行，多娃也行，比较实惠吧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77万6733。
但是目前这块这个户型的卖掉了，可能它再过一段时间会再放出来地块。还有三个在市场上的户型是2310尺的，还有个2420的，便宜很多，最便宜的72万1。有4月交楼的，有6月交楼的。你锁定利息的话 ，case by case 锁定利息的话，最低可以到5.65%。现金买家可以拿到2%的 closing cost。现金买家必须是自住啊。主卫有淋浴，有盆浴。这个小区的 HOA 啊是185，是三木林的 HOA 60块，小区 HOA 125，所以一共是185。另外这个小区要交一个新区建设费的，总共是13400。在三木林就是 Master Plan 社区都要收这个钱的，他没有办法算到房价里。这个每半年交一次404，一直到交完。小区84户，有大门的，门里有一个小公园，门外就是各种各样的 trail， 人行路的 trail， 自行车的 trail， 还有100acre 的 Grand Park 就在隔壁，走路去更大的公园，也可以走路1.2 miles 就去 Urban Call， 正在盖，未来去喝咖啡，去吃个小餐馆，可能还有 Safeway， but not。崔德州啊，或者是 Whole Food 在那里，小 office 啊什么，所以未来这一圈是很时尚的都会风格。两层未来也会难得一点了，老实讲，很多都是三层 Town Home， 地比较稀有嘛，又是都会风格，就是这样的周宁。喜欢吗？喜欢请跟我联系，702-635-0787，谢谢。